所以呢，这一道甜点呢，算是我近期最好的朋友，让我来推荐给大家。你知道，当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我重新恋爱了。而且有些时候，我甚至觉得他比老公还要贴心，因为他可以完完全全的满足我所有的食欲。有些时候上班非常的忙，没有时间煮给我吃的时候，我只能找他。你要说他是美食界的小王也是行的。所以今天我要介绍的就是我前面这一座，哒哒，非常非常发疯迷的蜜糖吐司。那它的蜜糖吐司其实呢，它有很多不同的方式，因为现在坊间有很多不一样的，大家都做不一样的。对，但它的层次呢比较不同，因为呢它是做的呢比较就是有咬那咬劲，那很多人很多女孩会不小心破坏它，然后觉得说我要从哪里切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对，该如何下手，到底要怎么吃，要紧张。这家店很贴心，他会进来帮你亲自服务，还帮你服务，对，你可以邀请他，然后帮你把所有你想要的，他把它切好之后，然后帮你配好，然后喂上。嗯，那这种事情当然就要请我们的管家待会来为我们服务了，出现服务了，是是，赶快。